最急的小毛病就是感冒。感冒和流感有什么分别？有些人有一点点轻微的发烧，持续几天的话，我还会上吐腹泻。对，到时候就翻白眼这样，会这样严重吗？就是光头人，如果吹到冷空气，各位同学，很热，不要吹，我没有资格问你。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？感冒和流感会引起哪些严重的并发症呢？星期五晚上8:30，八频道，小毛病大问题三，是由 AM 全联关节骨复康协力赞助。